各位好，那我们来看类题七。类题七说呢，有甲和乙两个人在无摩擦的水平面上互推，那互推的作用期间，甲受的合力是30公斤重，那乙受的合力是多少公斤重？那很简单，就是30公斤重，因为牛顿第三运动定律。作用力和反作用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同时发生，同时消失。所以答案就是 B。那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它的大小相同，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。所以它是不可以抵消的。因为作用在不同物体上。所以这一题答案是 B，谢谢。